让你坐上现在这个位置的是我，跟你的能力无关。本部长，您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如果您又碰到需要安慰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世林，你的耳环怎么只有一边呢？天哪，掉到哪里去了？等等，那个不是佑镇吗？是要送给恋人的礼物吗？看得出来您非常喜欢他呢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《秘密的女人》东森戏剧台。